好，来看一下单杠。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戈尔巴乔夫。还是自己上杠，正卧起浪，向前大回转180，接向后大回转2次。它是一个特瓦奇，这是0.4，但是双手有曲臂的。啊，是塔尔的套转540，马上接一个扣顶，再加0.5。这个中间的向上转180，转180不转和360这三个扣分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。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做介绍。啊，做这个大环跳转540扣点，再加0.4。这个牛逼，远端转起36，再接个牛逼，前翻转起36扣点。来看他的下法了，直抵后翻2周，同时转体720，肌肉太紧，所以控制起来反而不好控制。单杠得分10。